想看到礼物吗？有啊。乐高，看我啦！好，你猜乐高，那我猜跳棋，然后剩下的都找。我猜陆军棋。我找得到这本的破绽，那个是我的练习本，小黑子，对，还这个我觉得是沙林，我有点找得到破绽。我拿这个是沙林，这个是姐姐给我的礼物。三只蛇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给妹妹的圣诞节。你是包的多烂啊？对，你是包的多烂啊？对，你是包的多烂啊？对。那我们先去拿一下袜子吧。袜子？那我先拿我的旧袜子好了。好，今天要准备出发了。好，那先来把这一包提上去。那谁的臭袜子？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哦，是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从袜子开启，袜子比较好。嘿嘿嘿。那我先抽一个，这是我给你的。哇！这是送我的礼物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贴纸，这个是圣诞节贴纸，好久没一个。直接送我热情手画。然后还有一支自动铅笔。这个是啊，闪亮的东西的信，放旁边好了。这是橡皮擦，这是包装袋，这是 DIY， 我不知道这个是做樱花。那我不知道是要什么。哎，我的也是樱花树，樱花树哦，那个。我知道了，那个的，我看到我的食物了。那个是 Oreo 小的，然后这是妹妹送我的拐杖糖，棉花糖，拐杖糖、棉花糖有什么？我给你贴纸，妹妹送你的。我之后想吃一个，可以吗？不能。果冻，还有这个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吗？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五颗，妹妹六颗？因为他之前老师有在送他，这是水果糖。我看见袜子的脚没有，这是没了。饼干？怎么还有饼干？谁送的？我们老师送的。来，江晨老师，这是奶油吗 ？OK 了，这是我写的信。最后一个是圣诞节的贴纸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个礼物，你选一个你想开的礼物。我猜乐高，爸爸猜乐高，爸爸猜陆军旗。陆军旗，那你猜什么？跳棋。我猜跳棋。好，你先开。预备。哈哈，看到了吧，乐高嘛。你看，我就说我准。哇塞，乐高的恐龙！那换我了，我要开什么嘞？它是恐
是姐姐送你的呀。妹妹，你拿那什么？这个本子，笔记本。这个是猫咪橡皮擦，猫咪的橡皮擦。你可以快一点吗？这个是圆柱贴纸，这个是霞柱贴纸。你是画他们的那个刀鞘吗？对，刀鞘。这个是蛇柱贴纸，怎么画是蛇啊？这就不是刀鞘了，诈骗的。这是虫柱贴纸，我现在就是虫柱贴纸。这个是炭治郎贴纸，这个是一只柱贴纸，小精灵。那接下来我想开这个，一直有神秘感的。哎，是什么？这样子也一起开？好，这边也有的一样的。哇！这是妹妹指定要的。这个是谁国字的？这是谁国字的？这个是，应该是洗血布吧？洗血布的。介绍完了吗？介绍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换我。这个是假若生物的。那我看一下这个，我还没有介绍完，我还有一个要介绍。
种方格的。这是你要的，自己要的圣诞礼物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把它放。那给谁用的？给我小孩子用的。嗯。你要教他写字啊？对啊。哇，教这个写。这个是可以魔鬼山打开的，然后在前面可以放一些你的东西。东西，南北，下北北。东西才对吧？东西才是那个。然后呢，袋子里面 ，Hello， 你怎么在这？不能。然后这里面有个超大的乘客空间。乘车空间。乘车。哪个车？车子的车。好，这是有个非常大的载笔空间。我看一下，你对它可以那个载笔。好，那我先做仪式。这里是装尺那些的，我觉得应该会装，我应该会装。谁有那么短的尺？但我有那么短的尺。好，接下来。哇，它那个笔芯好厚。是开我们最期待、最终的礼物。最终的礼物。走。哦，这个是都是爸爸准备的哈。好，这个是爸爸和猫咪的透明贴纸，要把脖子下来哦。看这个，这个是鬼灭密码本，密码是 B， 不能说。这个是鬼灭的磨砂手贴，手张贴。好，这个是日历，也月历。因为你有小黑子的国旗本，所以姐姐是笔记本，知道？ Okay， 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秘密机构。好，接下来是《鬼灭之刃》的草稿。草稿，对。啊，我喜欢。被你鱼好大，我被吓到了。特写迷豆子就好。订阅我们转上6点，都是非常非常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要记得订阅我。